是。你好。Hello。啊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这个祕之海这个品牌在台湾，现在很有名。非常有名。嗯，然后这个卖的也不错。不错，卖的很不错。哦、嗯。然后在台北这边也有很多很多柜位，是吧？嗯，百货公司的都有。嗯。然后那我想问你一下，如果你们在网上可以买这个化妆品，台湾的吗？在台湾，台湾买不到，我一定要在专柜。如果你们像在那个网上可以买的话，而且价格更便宜，可以可以愿意买吗？会，哦，消费者会，是吧？嗯，好的，谢谢你的回答。Okay.